呀，看看你，心中都是相思泪。千年等一回，啊啊！千年等一回，雪早飞了。姐问你，现在金家大少爷欺负灵儿的事儿都传了出去，那还有人上门提亲吗？好，就算他有，那灵儿成亲以后他能得到尊重和幸福吗？你别忘了，他是因为你才遭遇不幸的。如果你不想负责任，不娶他进门给他个归宿，那你对得起你师父吗？是啊，汉文，柳师傅年事已高，他要是突然走了，剩下灵儿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你说他该怎么活呀？是啊。汉文，姐姐知道你从小就心地善良，敢于承担，乐于为别人着想，那你这一次就替灵儿想一想，你就依了姐姐吧。汉文，你不说话，就算是依了我了。汉文答应我了，太好了！是，赶快去查查哪天是黄道吉日。我已经查过了，后天就是黄道吉日。那就后天，定在后天成亲。对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是是是是，走走走，咱们赶紧去准备准备。好好好，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好好准备准备。多谢师父。哎，哎，哎，大师，大师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女师父。不谢不谢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谢我？啊，贫僧。哎，你就是活神仙，所有的事情都被你说中了。后天，后天请光临寒舍，请你喝杯喜酒啊。请问女施主府上是？我是许仙的姐姐呀。哎，就是那天你说我弟弟要赶快成亲，要不然就会祸事连连。哎，真的是被你一一应验了呀。哎，我现在听你的话，后天就逼他成亲，以免呀危险再生啊。好，贫僧先恭喜女施主。同喜同喜。不过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依现在的情形看，许公子只怕婚事已变。如果真想安然度过此生的话，那就只有出家意图了。啊！出家！你知不知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的道理啊？啊！我弟弟那是许家唯一的根苗，要为许家开枝散叶呢，怎么能出家呢？我还把你当个好人，你这个和尚没安好心。
阿弥陀佛。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我找许仙许大夫，请问他在不在？哦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有劳了。哎，静儿，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真让他出什么事了？姐姐她没事。其实我是瞒着姐姐偷偷出来的。许大夫，我不怕你笑话。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姐姐呀？静儿，你知道的，我跟你姐姐是两情相悦的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去跟她提亲？你再这样三心二意的，姐姐她就要离开临安回家乡改嫁了。改嫁？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的，我看你也不是个薄情的人，可是你一直都没有表示。姐姐脸皮薄也不好意思开口，现在人家来催了，你总得给姐姐一个交代吧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一时之间我也不知从何说起。啊，静儿，这样吧，我跟你去找真儿，一表我的心意。嗯。哎，姐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见那个白姑娘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只能乖乖的待在家里，特别是不能去见那个什么白姑娘。哎，走。哎，不。哎呀，姐，我答应的事情会反悔吗？我说到一定做到。哎呀，姐姐当然是相信你的啦，可是我不相信那些来历不明的人。你回去告诉那个白姑娘，我弟弟明天就要娶亲了，让她死了那份心吧。跟我走。姐，哎呀，光德，光德，你这个做姐姐的就可以随便摆布你弟弟的人生吗？许大夫，我们走。姐，我只是去见真儿最后一面，向她道个别，你就成全我吧。不给，走。你，你回来。哎，娘子，怎么了？你别杵在这儿了，赶紧去把汉文给我追回来呀！快去呀！汉文，汉文呐！追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。感谢仙姑神机妙算，小儿的怪病已经痊愈，你真是我们金家的大恩人呐！这是我分内之事，金员外重金请我来，我当然要为金员外卖力。只不过，怎么？还有什么后遗症吗？不是，妖怪未出，此妖已有千年道行，可惜本仙姑法力不足，只能治病不能收妖。我担心此妖不除，后患无穷呀。有何对策，请仙姑明示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这妖怪的弱点就是许仙，只要将许仙抓住，妖怪一定自投罗网，到时候就可以将他降服，永绝后患。又是这个许仙，这个专门跟我作对的臭小子，竟然敢勾结妖怪来害我儿，我一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爹，爹，爹！婶儿，身子才刚好就大喊大叫的，你没看见我正和仙姑议事吗？爹，柳玲就要嫁给许仙了，柳玲是我的女人，怎么能嫁给那个穷酸臭小子？爹，你帮我把她抢回来。你这样贸然抢人，官府不能不出面，到时候劳师动众又是一场儿戏。我婶儿，你就听仙姑一句话，少安勿躁吧。我不管，她就要嫁人了，我就是把她抢回来当妾，也不能让别人穿我的旧鞋。爹，你管不管？好。
就在里面。谢谢心儿姑娘，去吧。许公子，真儿，哎，许家姐夫，你跟过来凑什么热闹啊？我那个他这和这孩子姐姐让我带他回去，你也知道汉文明天就要娶亲了，我怕他有个闪失，这我也回不去了，不是？人家都要生离死别了，你还不让他们好好说说话，你于心何忍啊？你就守在这里，还怕他跑掉吗？那行，行，不能太久啊。哎呀，知道你快出去吧。好，好。我真是一言难尽。许大夫，你不要为难自己，很多事情是要靠缘分的。爱自由，道一声愧疚呀，千呀言呀万语从何起，道一声恭喜。这门岂是何稀有，爱爱自由。今日能见公子一面，雨呀云呀足以无所求，我已无所求。尚且如母恩难忘，师妹待我如亲人，盼我诚心传香怀，无奈辜负娘子情。我看得出来许大夫是个负责任的正人君子。什么是负责任的人啊？我看是负心的人还差不多。青儿，不许这么说。本来就是啊。许大夫，我姐姐对你情深意厚，你辜负了她另娶别人，难道不是负心吗？青儿姑娘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，青儿，不要说了。姐姐，难道你真的甘心退让啊？许大夫这样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，青儿，你是不会懂的。真是的。真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能体谅我，我更希望你能体会我真正的心意。从我们初次见面到今日，这些日子的回忆，我会永远永远把它藏在心底。
有徐大夫的这一番话，真儿已经足够了。徐大夫，真儿祝福你们两个。那我走了。这段不该有的情缘，真能就此了断吗？啊，刘夫人，哎，汉文他……哎呀，您放心，刘师傅，他一定会亲自过来提亲的。再等一下啊，这个人到底是干嘛去了呀？真是急死人了。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汉文，汉文，快进来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哎，师父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来了就好。许仙，虽然我很希望你做我的女婿，哎，但灵儿不答应我也没辙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师妹，我今天来是真心诚意的，正式向你提亲，希望你不嫌弃我家无恒产，能够答应嫁给我。师兄，这些话若是以前让我听到该有多好，我做梦都会笑出来。但是今时今日听起来，只觉得你不过是在同情我罢了，你没必要这样。不，师妹，我没有同情你这样的想法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灵儿，韩文他是真心的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快答应他吧。你快答应他吧啊！师妹，嫁给我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灵儿终于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刘师傅，哦不，应该叫亲家公。亲家公。是啊，那咱们就赶快挑个吉日吧。哎，是。我看明天就是个吉日，明天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说好就好。我没意见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一切包在我身上，一定给你们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对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我交代给你的事情都清楚了吧？事成之后另有重赏，但是如果你要把事情给搞砸了，不仅你自己的性命难保，就连你的家人也保不住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我们家老爷的药熬得怎么样了啊？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有人吗？有，来了。过一会儿，你就是别人的相公，我跟你的缘分就此结束。三哥哥，我真是舍不得。明明说好了不再眷恋，就要离开了，却还眼巴巴的来看他成亲。不要看了，走吧。青儿，你
就让我多看一眼桑哥哥吧。姐姐，看也有什么用呢？只会让自己心里不好过。不好过也要看，因为此次一去，不知是否又要等上千年，才能再见到我的桑哥哥。后悔了？昨天我想尽办法，努力想撮合你们，还建议你们两个私奔，你偏偏说什么要尊重他的决定，现在难过了吧？怎么来了？还不是关心你。今日许仙成亲，你也该了却对穷桑的那份爱，看破俗尘，随师父回昆仑仙境再修行了。师父，我现在还不能跟您走。为什么？自此返回昆仑仙境后，我想我可能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桑哥哥了，所以请让我见他成亲拜堂之后再随师父返回昆仑仙境。师父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，请您成全我。原以为此情此景你该彻悟了，看来你还没有完全放下。好吧，为师在西湖等你，你别耽搁太久了。我知道。人之下可就安心了啊！好好好！是啊，好好好！吉时到，现在请新人一拜天地。拜啊！拜拜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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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呀？没看这儿拜堂成亲的吗？啊！你干什么？我们有公务在身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许仙、柳谦、柳师傅，你们两个现在立刻跟我回衙门去。不是，别等，为什么呀？饭是不错了，为什么非要回衙门呢？沈大人喝了庆余堂的药，突然暴毙死了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哎，对呀，庆余堂开出的药，对呀，不会害人的，我可以保证。会不会害人，由不得你们来说。快叫人带走。不是，你们等我！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千万不要乱抓人呐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有什么话到衙门再说。听我说，咱们呢都是吃衙门饭的，大家给我一个面子，行个方便，让他们先把堂摆完。刘总，您不是成就的我们要公私分明吗？对，对不起，今儿得罪了，把人带走。快点，小姑娘，你们是什么？快点，你们是故意的，别说话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呀！怎么会这样？爹，夫人，夫人，怎么了？夫人，为何我的大喜之日却碰上这等事？我非天注定，我不配得到这份良缘，我非是天注定。走，我是冤枉的。我们也是做些事。走，什么废话？走，灭门三剑，走。出来，骗子，别抓人呐！啊！
青儿快点啊，别错过拜堂时辰了啊！姐姐，姐姐你怎么了？我突然心口绞痛，是不是许仙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姐你看，不让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让开！那些捕快为什么要把许仙押走呢？让我去救他。哎，青儿，不要这样。姐姐，我是救人又不是害人。青儿，人间的事情要用人间的方式来解决，不要动不动就释放。难道你就不担心许仙这次去会有什么危险吗？想干啥？我们先查清楚许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再做打算吧。嗯，跟上去看看。老爷，县太爷差人来说，沈大人喝了许仙的小青龙汤后暴毙，已经将许仙和柳师傅押去衙门里候审去了。果不其然呐，我不是让你不用担心的吗？许仙和柳玲今天是绝对成不了亲。对，这就是和我金百万作对的下场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这人心可真是险，我岂能再帮这种下三滥的人，折损我魔界的地位？不过，我倒可利用这父子，博取真儿对我的信任。哎呀，别着急啊，千万别着急，咱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庸医，庸医，我家大人本来还好好的，一喝下你们的小青龙汤，就翻白眼死了。我家大人就是被他们师徒二人给害死的呀！哎呦，请县太爷明察呀！冤枉了大人，大人冤枉了！过来，哪里来的刁民，竟敢扰乱公堂？来人，拖下去重达20大板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他只是救父心切，绝无恶意，更非是有意扰乱公堂啊！他只是一个弱女子，20大板足以要了他的命啊！请大人饶了他吧！刘捕头，在本官命你立刻带他出去，再敢干扰本官办案，绝不轻饶！啊！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！冤枉啊！灵儿，冤枉！冤枉！简管家，你指控他们在小青龙汤里下了毒，害死沈大人，可有证据？回大人，我家沈大人喝了小青龙汤，就恶心呕吐，面色苍白，浑身冷汗，烦躁不安，周桌而死。要是青玉堂带监的魏家他人之手，一定是他们师徒二人害死我们家沈大人。听起来确实是中毒而亡的症状。哎，大人，冤枉啊！沈大人是我们的老主顾，经常喝我们的小青龙汤，从来都没出过什么事儿啊，怎么可能会中毒而亡呢？请大人明察。住口！我还没问你，许仙，沈大人这药可是你庆余堂代煎的？回大人，这药确实是我亲自配的，也是我亲自指导药工煎的，一切都是按照程序，药也是我亲自带给沈大人服用的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大人，我能不能将沈大人喝剩下的小青龙汤拿回去查验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沈管家，小青龙汤这药可还有剩？哎，大人，那可是毒药啊，小的哪敢留下来，全倒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本官已经知道真相了。许仙，你既已承认药是你配的，是你叫药工煎的，又是你亲自送去的，那就是罪证确凿，预谋杀人罪罪名成立。来人，将许仙和柳青二人先押入大牢，改日听候判决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！大人，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大人，大人，爹，爹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人，姐姐，这狗官根本就是胡乱判案，非给他点教训不可。静儿，不要这样，我自有主张。姐姐，我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每次我救许仙你都要阻止啊？
此事尚有疑问，就算我们要救许仙也得用人间的方法，否则就如法海师父说的，只会害人害己，这样不但救不了许仙，反而还会害了他。师父，正儿，师父，事到如今你切莫插手，快随我回昆仑仙境。不，师父，现在许仙有难，我怎么能离开他呢？正儿，宿命早有定数，许仙有此灾难全都是因你而起，你越接近许仙，他的灾难便会越多越严重，若你就此罢手离开许仙，自然会逢凶化吉，一切平安。师父，我不再相信宿命，苍天越是阻挠，我越是决心向上天挑战，我相信一定会战胜一切的。阿弥陀佛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这个六根不净的和尚又来管闲事了。朱雀尊者，看来真儿姑娘心意已决，既然无法勉强，何不就随了她留下吧。法海，怎么连你都在替真儿求情？为师也不怨你，为情所困，随你吧。谢谢师父成全。法海，你替真儿求情，无疑是替自己招来恶果，坏了修行。照这样看来，你仍未看透这千年情迷，仍现在对真儿的情爱迷思里无法自拔，恐怕会给你自己招来祸事。一切后果，贫僧自行承担。那你就好自为之吧。担心许大夫的事啊？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有些担心我师父。你师父？我怕他出什么意外。你师父可是神仙，那么厉害，能出什么意外啊？话虽这么说，这么多年我师父为了我背负了许多的罪名。姐姐，你现在该担心的是如何救许大夫，用人间的方法。是啊，许仙他蒙受了不白之冤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清冤情。姐姐，我有办法。
有什么办法？我帮你救许大夫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什么都听我的。哎呀，青儿，你又出什么鬼主意啊？不是鬼主意，是个好主意。我这个方法呢，不仅能救许大夫，还可以让他主动亲近你，想不想听啊？